欢迎收看双鹰出访美中台新变局，我是主持人萧洲，我们特别来宾有赖岳谦赖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赵教授赵春山，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好，谢文吉谢大使，耀州早，各位朋友大家早。哦，马英九的出访，还有包括蔡英文现在已经在纽约哦，双方这个行程里面都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那昨天终于见到了宋涛哦，这一波三折。原本一开始告诉大家说，宋涛国台办主任应该会在浦东机场的机坪跟马英九迎接他，后来没看到他，是副主任去，那说可能在高铁会相遇，然后一直变一直变。那马办实在也是都是客随主便了，最后昨天临时增加行程，晚上终于见面了，而且定调会后除了这个公开的访问见面之外呢，还会后有所谓的代表习近平来办一个家宴款待他，连马英九家的这个姐妹们也一起款待。那到底互动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我注意到大陆国台办最近的记者会也再次还原九二共识的原汁原味。前总统马英九下榻武汉宾馆前会见国台办主任宋涛，五度再提九二共识，更强调两岸和平只能靠谈。两岸虽然呢各自采取了不同的制度、生活方式与价值经验，但是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彼此唇齿相依，情感共通，一定要谈，也只能透过谈来解决问题。而就在马英九发表完谈话后，现场工作人员就请记者离开。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武汉的东湖宾馆，那么这里也是大陆官方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前总统马英九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就是在这里的洞庭湖厅碰面。宋涛的致辞稿提到，转达习近平的问候，欢迎马英九先生回乡，两岸同胞一家亲。而马先生在他任内与大陆一起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下，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平。两岸因为政治纷扰与疫情的因素呢，各项交流都已经中断数年，两岸人民的敌意上升，让我们非常感到忧心。而就在出访之际，大陆似乎也释出善意。国台办表示，从4月1号起，两岸航班从原本需要48小时 PCR 阴性证明，调整为24小时快筛阴性即可。不过，第三地旅客则是维持原有规定。TVBS 新闻陈旭一、林敏珍，大陆武汉采访报道。好，终于见到宋涛了，有伴手礼，有家宴，我们来看一下比较详细的报道。那知情人士说，宋涛他是代表习近平跟他见面，所以有人开始解读了，说是不是等同象征第二次的马习会，讲到这个份上了。那马英九跟宋涛会面之后，国台办就送了，刚刚新闻有提到送了一个礼物，但有人讲说啊，原本不是说这个农渔产品要全面的恢复这个可以卖到中国大陆这个礼物吗？怎么变成是 PCR？ 这个省了3000块，感觉这个礼物好像变比较小一点点哦。那但是他是在会后这个没多久就宣布了这事情哦。那昨天晚宴，因为包括马英九的家人还有他的姐妹们啊亲戚来这个款待哦，所以就代表习近平安排跟马英九的家宴。那马英九后来接下来在上海会不会再看到王沪宁？又或者外界本来期待的习近平？从这一个所谓的代表习近平还有家宴的说法，有人联合报是说，答案应该呼之欲出了，意思是说可能连王沪宁都见不到了，没有讲那么白，但有那个意思。然后中国大陆还送这个马英九识别的徽章，就是他这一趟行程任务里面特别的识别徽章是竹子，代表马英九潇洒的外在还有他气节的内在，青春永驻，长青不败的一个祝福。赖教授你怎么看？我觉得马英九这次回大陆去啊，他是祭祖，其实也是一个寻根了。我们台湾2300万人，除了原住民啊，绝大部分的，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外配啊，外籍的配偶，绝大部分的人，我们的根都在中国大陆。所以不管是漳州人、泉州人啊，或者是像我是闽西南的啊，那客家人啊，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我觉得马英九回去他就是一个寻根啊，也唤醒我们2300万的台湾的民众，就是说我们绝大部分人根都在大陆，所以两岸是一家亲，血溶于水啊。我个人也是认为台湾绝大部分的人都主张两岸是要和平的，不要战争。我们台湾的广大的企业家，不管他的整个事业的基础都在台湾也好，
或者是有的在大陆也好，或者是有做两岸贸易的啊，或者是台湾的农民的农渔产品卖到中国大陆去的，其实大家都在经商或是在生产，在努力工作，其实我们就是想求个好的生活过，好的日子过。那你要过一个好生活，要好日子，孩子能够接受完整的好的教育，我们都要有收入。那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它就一个前提跟原则，那也就是它必须两岸是要和平的。没有和平就没有一切。您看乌克兰的情况，就告诉大家说，一旦没有和平，这样战争的话，什么东西都会被摧毁。你看乌东地区现在被打成什么样子，可是我们都知道，两岸之间是血浓于水，是一家亲，那我们当然是可以寻求和平嘛。那为什么要背离我们自己的祖宗？为什么要说我不再是中国人？可是你的父亲、你的祖父就是从大陆来的，他就是中国人，那怎么要去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呢？我觉得马英九的这一次的祭祖就是寻根之旅，既然是寻根之旅，家宴就很合情合理了，因为是寻根嘛，那是祭祖嘛，所以有这么一个家宴，而且我觉得宋涛就代表习近平办的这样一个家宴就合情合理。我个人的推断，不排除王沪宁跟马英九见面的可能性哦，还是有，我觉得还蛮高的，就是4月5号上海还是有可能遇到。我觉得上海的可能性是蛮高的，因为王沪宁本身过去也是在这个复旦大学教书，他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教授，他是三朝的重要的元老啊，或者是国师啊，国师级的这样的一位领导人啊，现在又是政协主席，负责两岸之间的还有港澳台的等等的这些工作，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不能够完全排除。所以王沪宁如果说到上海来跟马英九有见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就代表大陆的高层啊对于台湾的这种看重。那我觉得了哈，我觉得马英九讲的没有错，要还原九二共识的原汁原味。那九二共识这个名词会提出来，其实就是要搁置争议嘛，寻求最大的共识，就是我们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明明我们两岸之间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那些看法，我们那些争议，我们可以把它暂时放在这边。那我们寻求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两岸同属于一中，这是符合联合国的一中原则。所以谁反对一中，谁就是反对联合国的一中原则。那有人还主张说，哎呀，我们要重返联合国，你要重返联合国，你还是要回到联合国的一中的原则这个框架上，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违反联合国的一中原则，我又说我要重返联合国，这个天荒夜谈，这个讲话简直是莫名其妙。还有人说我不是中国人啊，不知道马英九是哪一国人，哎，我才觉得奇怪，你说你不是中国人的人，你是哪一国人？你要告诉我你不是中国人，你告诉我你是哪一国人。现在没有台湾国，既然没有台湾国，那我们就是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当然就简称中国，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哪有说中华，那你告诉我你英文怎么翻译，英文你要把它翻成英文或者翻成法文，你怎么翻？一定是 Chinese 或是 China 嘛。那一旦我们的英文的整个国民也是 China，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您当然就是 China， 就是 Chinese， 就是中国人。而你不承认你是中国人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哪一国人？我觉得这一点你必须要回答我们台湾老百姓的疑问啊。当然没有错。我觉得马总统这一次还有包括跟对岸的学生啊，台湾学生也有大九学堂的人互相的交流。那对谈之间有什么这个激荡出什么火花？我们来看一下。前总统马英九30号下午和湖北武汉大学的学生代表座谈，武大校长先致辞欢迎。武汉大学是最早招收台湾学生的大陆高校。率先将台湾学生纳入大学生的医保。马英九上台致辞时则强调，自己这一趟有以实际行动率青年来支持两岸青年交流。我就发现两岸的学生在一起可以创造很多的火花，非常的有趣。很可惜呢，一方面是因为疫情，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政府换了这个主导人士啊，
两岸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落千丈，我实在感到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心。马英九还举德国和法国为例，强调两国过去发生过战争，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却可以在交流下变成欧盟最主要的力量，令人动容。借此看现在的两岸关系，我想这些都让我感到，其实我们两岸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两岸的年轻人多接触，大家对不对？最后，马英九和武汉大学各自赠书。武汉大学赠送了两部画册，里头有国共合作历史照片，而马英九则赠送了八年执政回忆录，感动台湾人的16个故事，81秒世纪之握，马习会幕后大解密。介绍八年执政回忆录时，他巧妙地避开总统两个字。这个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写的，这是原乡精神，谈的是台湾史啊。然后呢，再来就是我担任这个工作时候写的啊，执政八年。最后，马英九还当场邀请了武汉大学的学生到台湾。他表示，他本人将会与马英九基金会全程接待，让大陆学生更了解台湾。TVBS 新闻，陈旭毅、林敏珍，湖北。我怀疑他有在打书的这个问题，把他这几年出的书哦，一本一本的拿出来介绍哈。当然，他这一次去特别在民间，在大陆中国大陆的民间很有魅力啊。走到哪都有人喊他，而且还蛮多人喊他“马总统”三个字哈，所以他这个整个情绪，那还摇下车窗和大家“大家好”，觉得精神非常好。有时候到了晚上已经有一点疲态了，早上还是照样是去路跑啊，所以精神非常非常好。那年轻人刚刚是这个会场内嘛，会场外很多人还拿花欢迎他，来看一下这张。马先生，我们想见你。想见你，只想见你。听到马英九要来访，武汉大学学生捧着花，就想等待一句“我愿意”。我来武汉参观嘛，武汉中部最大的城市嘛。嗯。你是在新闻上看到他要过来吗？很欢迎他。对啊，从中午就赶过来。我也是来，希望能够见到马先生一面，因为，马先生这次来很不容易。甚至还有学生带着自己画的马英九画像，就是想亲眼见到偶像。前前后后陆陆续续加自己都有点难，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哇，那你有想本来想说要亲手交给他吗？有啊，但是可遇不可求嘛。带着满心期待却扑了空，因为维安管制只能远远望着马英九车队进入校园，举目的地就是这整片浪漫樱花林，武汉大学内最知名景点。有了最美校园之称的武汉大学，除了依傍着东湖之外，每年三月的樱花季更让这条樱花大道充满观光客，而当然马英九也不例外。整个樱花大道后续特别清空封锁，而且正是因为传出为了跟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马前总统这趟行程才改期提早一天来，多数学生事先也都不知情。我爸就非常认识他，因为他有推给我说他今天来了，然后我才知道。我的老师，以前的老师有叫我说，如果可以看到他的话，可以拍张他的照片给他。我对他的认识就是，反正他对于我们就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友好交流嘛，反正起到了挺大的作用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足足可见，小马哥在对岸学生组心中还是拥有超狂人气。TVBS 新闻于兴汉、叶峰伟在大陆武汉采访报道。我看到其他报道还有提到说，有一些这个孩子们啊，他是带着 T 恤，上面是有写“马欢迎马英九”，他说是他家里的长辈托他啊，请他送给马英九。但是他说，因为安全管制啊，所以这些礼物通通不能送给马英九哈。所以在场外其实还蛮多这种民间啊学生的一个反应。座谈的时候，马英九特别讲到，他说德国跟法国以前啊，他们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也不同文，也不同种，连他们都可以后来都可以合作喽，征战百年。那现在近代又给他合作，那两岸既为同文又同种，然后血缘关系这么亲，那法国跟这个德国世仇都可以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他座谈的时候甚至跟大陆学生发出邀请，说我在台湾常常 long stay， 我也欢迎你们来来台湾 long stay， 那希望说今年的夏天能够有机会邀请他们来，而且他说很帅气，说我可以帮你们安排，就是他们这个大九学堂基金会相关单位可以帮他们做这个安排。那有分析稿就认为说，马英九这一番话不只讲给中国大陆听，不只讲给台湾民进党政府听，他更重要的其实是也希望讲给美国政府听啊，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为和平来解决。赵老师怎么看？对，那个
马总统他非常喜欢举欧洲的例子啊，那尤其是欧洲共同市场，他当年法德是世仇嘛，哈、啊，他们先透过这个经济的整合啊，慢慢的，双方面的敌意啊，逐渐就在改善哈、啊。那当然你要成为一个、最早的时候，他理想他变成一个说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是欧洲合众国了，虽然没有达成啊，但是他我们看到欧洲有欧元啊，哈、啊，有欧洲的这个共议会了哈、啊。我想这方面那个赖教授他是这方专家了哈、啊，所以这里面代表就是本来是两个世仇，他可以透过这个双方的来往哈、啊，一步一步的可以这个慢慢的友好。我觉得这个他举这个例子，他过去常常喜欢举这个例子啊。那当时你刚讲说给美国听的，美国是不是希望两岸能够友好？美国是不是希望两岸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啊，这里面甚至别有所指了啊，别有所指，也可以说讲给外国人听的，在同这个两岸的中国人啊之间呢，讲给外国人听。那我现在要再稍微补充你讲前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刚刚虽然这个赖教授也解释了。他是有提到这个九二共识原汁原味哈，原汁原味。为什么呢？因为你晓得，最近九二共识不仅在台湾内部，那民进党是不接受的了，不管怎么讲都不接受，啊，那国民党内部其实有不同的看法。那民进党内部是不接受，因为当年2019年，当时这个习近平在他的这个讲话里面曾经提到了把所谓的两制台湾方案啊，甚至有一度还提到共同好像体验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啊，但最近这几次谈话里面，我看中共方面都谈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对吧？用"与"这个字哈，那把九二共识加以扭曲，等于一国两制，其实真的是在台湾造成的是很多人对九二共识采取一种排斥的、敌视的一种态度。但大陆方面又说没有九二共识，没有反台独，那就两岸就没有对话的可能。所以他这里特别强调回到原汁原味，所谓的原汁原味其实他的精神就是个表，就是个表的意思。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个表的话，光有一中，当时在1992年香港会谈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中嘛，那何必还要会谈呢？是不是？所以会谈建立的共识就是个表。那个个表是不是前几天马总统他把过去的这个整个来源呢、啊，包括大陆胡锦涛时代有关这个各自表述，这个特别用文字上面呢、啊，在大陆面前呢、啊，再把它说了一遍啊，大陆方面也没有提出异议嘛，啊，那个就是各自不同的这个解释来这个定义这个一个中国嘛哈、啊，所以精神还是在个表了，精神在个表，那这个个表呢，它就是一种默契啊，一种 understanding， 一种 understanding。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我想对于台湾内部来讲的话，可以是不是从马总统当面跟大陆方面，把九二共识的原则文件说出来以后呢，我们不要再扭曲这个九二共识了啊！因为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的话，将来不可能对话的啊！我想大民进党方面不要去扭曲，那国民党内部方面呢，也不要再画蛇添足，给九二共识啊自找麻烦啊，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九二共识就是九二共识、教授，那请教一下、教授刚才特别讲到，这个马英九去那边特别讲个表这件事情，在台湾，您讲的比较客气一点了、在台湾可能选举的过程中，觉得九二共识是药房毒药，是，那更不要讲个表了、那连中方其实最近也连个表都不太提了、那马英九这样想尽办法要让大家有这个有至少有重叠的地方，这个努力会不会？比较属于他可能会，花很多力气，但不见得有效果啊。这个表真的就是一种我们刚才讲创造性的模糊嘛。所以创造性模糊就是我们彼此有默契。我特别讲，那在他之前，我跟夏立言副主席，我们到大陆这一行啊，也是走他的路线，也差不多啊。我们还多了个北京呢、我们一路上双方面几乎讨论问题都是要来解决问题的，啊。我不需要讲这个什么，谈了九二共识，我们没有必要要个表，我们自己彼此都心照不宣，所以我一直强调一点了、当年九二共识啊，或者九二会谈的目的啊，它是为了是解决问题的，它不是要制造问题的。你现在九二共识变成一个制造问题啊，那你看当年那个初衷啊，就不忘初心了、你跟当年那个做法就
意愿就不一样的嘛，啊，它是解决问题。我再强调，它不是要来制造问题，而不是要来制造更多的问题，比当初。就是他解决问题的一个模糊性的功能啊，可是在我们的选举过程中他自己本身就变成是一个问题齁。那这个另外一个马英九到昨天也是临时增加的一个行程哦，去看中国大陆他们抗疫的这个成果展。那他里面讲的一些这个表态的方式齁，他现在有一些关键的句子，说马总统称赞说这个对岸的做防疫啊齁，防这个疫情的方面哦，防控的做得很好。那说武汉包机这一件事情哦，造成对岸的困扰啊，他就这个觉得不好意思哈。那陈时中当时的指挥官嘛，他就很生气，好像马英九你没做事，你很心虚啊哈。这个马总统自己都没有做事情，所以有心虚，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种说事实不符的事情呢？王必胜是现在的指挥官，说马英九说这一些是以中国人的角度啊。既然是以中国人的角度，那我就是尊重他，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哈。陈时中说，当时政府的立场就是短期的停滞，那生活上不方便的台湾人，这个赶快从已经从封城的武汉市接回台湾，反而是我们不希望造成中国的困扰啊，滞留在中国对台湾人民也不是好事。哇，这个这我一瞬间说哦，所以原来这个小明的故事都是假的喽。好，那王必胜昨天也讲说啊，这个700多万人啊，有从武汉传染到全世界啊！哦、那陈时中还指出说，现在都还指向病毒就是从武汉实验室出来的，中国都不配合调查，你怎么还可以去称赞中国大陆呢？好、哦，那马办就回击啦，马办，哎、欸，这大概是头一次看到马办立刻回击。好、哦，这几天行程到底要见到谁？是不是要见到副总理？好、哦，啊，行程有什么变化？都很被动。都是最后一刻亮剑亮刀了才有答案，这件事反应倒是蛮快的哈。立刻说这个萧旭成出来讲说，民进党你防疫的成绩做得怎么样？乱糟糟，一直在排队哦，排口罩、排疫苗、排快筛，疫苗还不是排队的问题哦，还是有这个好像为了钱见钱眼开，不顾罔顾台湾人民的生命的这种争议哈。那现在最新的是排鸡蛋啦，啊，虽然跟疫情没有相关哈。他说新冠肺炎对全世界都有影响，马英九到武汉是实际了解状况。其实我看新闻，马英九有时有点到一些啦，但毕竟我觉得他做客人，他是点到为止。他说哦，确实当时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麻烦，他这些句子有讲出来。那包括台湾很多这个民进党说啊，你为什么不提李文亮呢？好，我也不知道说提李文亮的那个逻辑是什么。那我更诧异的，我觉得我很震惊的是，我以为这些梗图是来自侧翼哦，又或者是像民进党这个立委王定宇这样的这明代哈，这梗图是民进党中央党部放在他们的官网上面的照片、啊、不管是风格内容都让我很诧异。风格指的是什么？他挑丑的、啊，侧翼就专门挑那一种啊，呲牙咧嘴、瞠目结舌啊，好，就专门挑你丑的。有时候我们节目都还不会挑那么丑的、啊，好像这个马英九到底多冷血、多无知，居然称赞疫情罪魁祸首马英九，国民党应该要跟全世界来道歉。武汉抗疫对人类有贡献，马英九说的，再怎么无知无能也不要开这么多条人命的这个玩笑。那更早以前，前一个 po 文，他说这个马英九讲，我身为一个中国人，马英九你到底是哪一国人？中华民国前总统应该站在台湾的立场捍卫主权，呼吁中国停止霸凌的行为。然后他们的发言人在脸书上面讲说，我是台湾人啊，我不是中国人啊。欸，这感觉好像有两国论的问题了，好像就是如果我们不是中国人，那中国是不是打我们就啊，那就不是同胞的问题了，那我就打了。这个请介大使。这个我想先把结论讲出来好了哈。我想这个就是赖清德哈主党的民进党的新政策了。他将来我想选举哈就会搞成在台湾选举变成啊中国人跟台湾人的对抗。哎，他已经把这个讯息抛出来了哈，他不是随便乱讲的。我想蔡英文基本赖清德知道自己现在居劣势，哎，所以他就打这个基本教义哈。那对于台湾社会会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分裂的话，我想已经不是民进党这一些当权人的考虑了，完全是选举考虑了。那个这个是民进党成立以来啊，主张用这种族群哈、啊、作为哈、啊、分裂族群哈、啊、
制造族群对立哈，作为选举的这个主轴的第一次，我想他已经开炮了，这个就是如此了。我对于我实在不太想讲陈时中啊，陈时中做的怎么样啊？台北市长选民，台北市选民已经给他一个答案啊，他在选举哈惨败啊，这个部分哈，我想他已经丧失他发言的这种哈说服力跟甚至正当性了。那我觉得马办应该讲得很好啊，对不对？我们都经过这一阵这个疫情嘛，从头到尾都在排队。对不对？更荒谬的就是还有一个疫苗啊，他们当变成这个哈一个民间疫苗厂商的推销员，然后花了大笔公帑，最后哈几乎70%的疫苗啊是销毁，没有人打，打的人以后呢，到现在呢，没有国际认可，那还在继续替这支疫苗哈。这个其实是应该有法律问题的，哎，这边这个法律责任都还没有厘清呢，这些人哪有发言权呢？那陈时中说没有做事，其实我们做公务员的，我们做久了，我们怕哈无能或者说哈别有用心的哈，或是想要假公济私人来做事的话，更可怕，比不做事人更可恶更可怕。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讲到这些批评马英九的部分啊。我觉得基本事实上都要当选战来打了，然后就要凸显啊，马英九不是台湾人。其实马英九讲中国人的时候，台湾人跟中国人是等号，不像民进党是台湾人跟中国人不等。其实马英九从来没有否认他是台湾人，他是台湾人，他也是中国人。我想大部分的台湾人都认为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是血缘血脉的问题啊。那所以呢，民进党问题就是要硬生生的哈，把台湾人的血脉给割断，把台湾人的这个文化哈，还有我们这个哈，对我们祖先的尊敬哈，跟对大陆这种哈切不断，永远切不断的这种哈脐带要切断。其实这个是非常残忍，而且是怎么样，很粗暴的。这个在全世界哈。没有一个搞独立的民族哈，像这样子搞，因为你是同民族，你最后你为了要搞独立哈，你把民族这个问题拿出来修理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的。我们看今天这个西班牙搞独立，他巴斯克人跟西班牙人是不同血脉的，所以他去搞独立，那你不会为了搞独立，你把同样是中国人，台湾人同样是中国人，台湾人你把台湾人硬说是不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哈，我觉得已经完全非理性了，完全非理性了。那这个是民进党少数人长期哈在掌握话语权，现在更可怕的就是赖清德也掌握这个话语权。那么我也很高兴马英九这个时候哈，在台湾这种哈大家的认同感出现问题的时候哈，他登高一呼，告诉大家我们都是中国人。哎，这个是民主血脉的角度。你如果从刚刚赖教授讲，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今天我们的国名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我们是中华民国国民，是中国人，难道有错吗？所以不管从这个哈血脉，从这个各方面来讲的话，从这个法律角度来讲的话，今天民进党这个说法，其实哈既违反啊大家对民族的定义，全世界对民族的定义，也违反今天中华民国的法律。我觉得应该从这两个角度上来哈，好好来检讨民进党蔡从赖清德上任以后啊，这个高呼啊，喊自己是中国人是好像是不对的。我这边补充一下，我觉得王必胜跟陈时中他们的做法我不认同了啊。原因很简单，就是说传染性的疾病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想办法去控制它嘛啊。但是如果说一定要把它啊去指责中国大陆这个部分的话，那民进党也应该用同样一个标准。这个同样的标准就是说，美国啊，王必胜、陈时中也应该告诉大家说 ，SARS， 就是这个 AIDS， 那是从美国传出来的。那也就是说，今天造成全世界这么大的伤害，那是不是也应该要去指责美国人？还有在2009年的时候 ，H1N1。H1N1 也传染得很严重，5000多万的美国人被感染。那问题就在美国人还想办法把它转移到说这是墨西哥人的错，
但是墨西哥人气得要死，后来美国的很多有良知的这些医学家都说，事实上是从美国传染出来的，也造成全世界的很大的被感染。但是问题就在于，对民进党来讲，只要跟美国有关，就都没事，也连讲都不敢讲，也连说都不敢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双重标准的做法，我们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传染性的疾病是人类间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努力是想办法去控制它，去解决它，而不是每一天去制造矛盾跟仇恨。尤其民进党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传染病来制造仇恨，坦白说，这样的一个这么喜欢仇恨，这么样要制造仇恨的一个政党，我觉得这个政党并不健康。好，对美国是另外一套标准了，但是现在到美国的蔡英文有没有获得高规的礼遇？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特别报道的现场，蔡英文总统现在在纽约哦。那我看到一个场外的新闻啊，为什么会记者去采访总统去买凤梨跟芒果干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采访行程大受影响哦。比如说在基金会里面，没有像如外界预期的全程开放，没有。那记者就是刚好跟他吃早餐啦、啊，买台湾的产品啦、啊、哈、那甚至呢，他们这个内容写到什么？说他早餐之后就跟这个等待的青年合影。那大家就问他说，那你们来的路上跟萧大使萧美琴在车上聊什么呢？他说，哦，我们在聊染头发，哦，啊，就是因为萧美琴最近头发比较多，因为萧美琴又不染发，所以他们结论之后说染头发可能不太好，所以他们的结论呢就是不要染头发了哈。那记者问他说，总统你刚刚买了芒果干哦，这个芒果干，庞贝尔曾经拿过台湾的芒果干拍照打卡。那你如果在这个座谈会遇到蓬佩奥的话，你会不会把芒果干给他？那总统就说我自己要吃哦。那这个芒果干不是美国人做的哦，是我们台湾人做的，然后销到纽约，然后总统再去纽约把台湾的产品买回来台湾吃这样子哦。他说要买凤梨干跟芒果干来纪念。那这个现在麦卡锡四月五号他在过境回来美国的时候，可能跟麦卡锡见面，传出说有可能有20位美国国会议员会参加。好，那这个他去纽约的时候，现在纽约市长没有见到，好，那来了纽泽西的州长来跟他会晤，还包括侨界，那在饭店还有跟哈德逊。那有人说哈德逊其实他的单位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个规模那么大，那蓬佩奥其实很多大规模的研究机构是不会聘请蓬佩奥这样的人，因为他过度的仇中，这个在做两岸就是做美中的研究的时候会很多阻碍。那他获颁全球领导力奖，那美国印太司令部现在高度戒备，但我们台湾这方面反而觉得很轻松。国安局长，这位国安局长，新的国安局长蔡明燕比较斯文，他好像是空降过去的嘛。那他空降过去之后，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现在评估这个冲击，就是如果总统跟麦卡锡见面，冲击不会比佩洛西来台这么大。但美国好像不是这样的反应，美国是印太司令部出来讲说，我们高度戒备，随时把情资交给我们这个美方的这个高层来做判断。那现在对话里面，当然因为刚刚讲到嘛，为什么不能采访？因为这个座谈会是邀请制的，连随行采访的都不能进去啊，所以只好去报道芒果干啊、染头发这样子。那我们说不紧张，可是美方是高度戒备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美国方面是比较低调。那科比呢？美国白宫的这个协调官科比，他记者会里面那一番29号记者会，他提到他说他没有讲到欢迎哦，这是记者观察到他没有讲 welcome 哦，没有讲到欢迎他。那过境美国的时候是平铺直述一个即将发生的事实。那在这个长期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的基本论述之下，科比强调过境不是访问，每一次过境都很顺利。接着就把结论指向北京，没有理由反应过度，适当的给他一点点面子。那国务院本来简报原本说取消了，后来移到30号上午11:30还是有做简报。所以大家现在把重点放在4月5号他回来到洛杉矶的时候，到底这个跟麦卡锡互动状况会是怎么样？赖教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蔡英文到美国很明显的定位就是过境，连访问都没有，就是过境。那过境当然就是符合尊严、舒适、安全的安排。那你到了就走吧
我个人是觉得说，您会看到了执政党，美国的执政党，执政党是掌握政治资源的，有决策权的人啊。这些执政党的尽量去避开跟蔡英文的会面。为什么？见的都是在野党。在野党就是要去倒执政党的后腿嘛。台湾不就是如此吗？当初马英九执政的时候，谁在搞马英九的后腿，扯马英九的后腿？马英九出访的时候，那个走路工是谁在买的？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嘛。马英九以前过境美国的时候，都有一些走路工。所以有一些人很有经验了。因为他就花了一点钱，找了一些侨民，侨社台侨了哈，然后就给马英九找捣乱嘛。所以马英九当时过境美国的时候，就一直被捣乱。那我们就知道他们很有经验啊。那问题就在于在野党就是扯执政党的后腿。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执政党绝大部分有分量的都必见蔡英文。那怎么都是在野党在见蔡英文呢？很明显的就在扯这个执政党的后腿。好，这是第一个。那从科比的讲话中，也就是他很担心啊，这个过境会造成两岸之间或是中美的关系会再更恶化。那既然美国会很担心，那您就可以更证实了，在野党要见蔡英文，那就是在扯执政党后腿，就这么简单。不过我觉得哈，以庞佩奥来颁奖这是不对的啦，因为庞佩奥前段时间才到台湾来，而且拿了台湾人不少钱，几十万美金走。那一个才到台湾来捞了台湾几十万美金走回去的美国人的这一个庞佩奥，然后再说他要颁给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奖，哦，哈德逊，那我觉得这个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了，好像就是，你民进党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嘛，就是庞佩奥为什么来到台湾捞了几十万美金，回去以后就搞这个基金会里面给蔡英文这样的一个奖，这样子真的是瓜田李下了，我觉得这样不漂亮，你至少是毫无利益的瓜葛，他来台湾没有拿任何一毛钱，不过他有拿钱嘛，他自己也承认了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还是要讲清楚，以后不要这样干了，不要来了以后拿钱，以后后面就给颁奖，以后不要这样，离远一点比较好一点。那当然大家也比较好奇哦，就是这个民主党的都没有见到，都见到共和党，而且还是共和党里面最反中最抗中的共和党在野党啊，在野党，对对对，在野党最啊，在野党最抗中的哈。那所以说，他这一次的安排里面，大家就觉得说，哎，你官方的人好像一个都没有看到。那外媒又是怎么评论他？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特别报道的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现在也在美国，就是郭台铭，那他动作也很多，他讲了哪些话，来听一下。像现在的政府啊，除了过境美国这些来这个什么事都不会做，因为我刚才讲都是法律系毕业的，他不想要做什么。尽管没指名道姓，但郭台铭似乎在暗批蔡总统只会搞过境外交。目前现在在台面上所有的政治人物，他们不晓得怎么规划未来产业政策啊，要我有四十几年的经验啊，给规划。而对于台湾频频外交，郭台铭也表达他的外交政策理念。台湾应该把经济部跟外交部在某些功能比较合并。郭董认为，应该吸引经济和科技人才回流，才能做好外交。他也提到台湾的国防理念，现在国防武器是 AI 无人机，然后呢，可是大家要把更多的经费摆在次世代的科技，这东西呢，绝对不是现有的政治人物他们可以 handle 了得起。郭台铭也强调，作为一个领导人，应该重视年轻人的心声。有一天我掌握他们的资源分配，我一定把资源放在你们年轻人的身上。这趟马里兰大学演讲气氛宛如郭董政见发表会，而接下来这句话似乎也透露他的参选意愿。只要你们选对，你对的领导人，台湾就自然和平，台湾自然会有科技，它的科技，它的经济就会好。台湾不应该变成亚洲的弹药库，台湾应该变成是世界的科技岛。
郭台铭从科技经济面切入，希望让台湾人有感，要不要再战2024，话没有说满，但也不是没可能。 TVBS 新闻黄松浦、林家辉，美国华府报道。好，上一次大选的时候，郭董也是这个候选人的这个讨论的焦点之一哦。但上一次他有去白宫哦，他有进到白宫，大家还记得吗？哈，所以他这一次也是到访美，也是有凑热闹一下。他虽然没有进到白宫哦，但他喊出来说，希望把这个经济部跟外交部把它并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总统都是法律人啦，啊，做不好啦，哦，换成科技人。然后记者问他任何问题，你要不要选啊？要不要参加初选啊？什么什么？他就说啊，这个希望好好发展台湾的科技哦。纪大使怎么看？我想他这个应该懂得企业啦。可是像我们在政治领域工作，政府工作这么多，讲了那么多的哈，我觉得他把政府当成企业是错误的。哎，政府跟企业是不同的，本质就不一样。那么政府是服务公众利益。企业为了自己的企业利益，那么他很多手段，他很多做法跟政府的手段跟做法是不一样的。哎，那还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企业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政府现在民主政府是要广征博纳的哈，大家的意见一起商量着办，政治是要博众议的。你也不能说学法律都不好，或者说学什么才对哈，这个要在政治的场合的话，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所以我觉得他的过去的工作资历哈，其实可能是他将来从政最大的障碍。因为很多这种企业界出来，他在企业里面是一言九鼎啊，哎，你知道开会，我钱最多，主权最多，我说了就算，别人就靠边站。那这个是企业的本质跟这个政治的本质不同，所以很多企业家到了这个政治以后，他会有这种非常独裁专断的这个倾向，而且都认为自己对，那别人都不足的参考。这个我想就是说，这个不是指郭台铭他现在有这个倾向，其实很多像他背景都是这个倾向，所以他还没有出来，你看他的讲话这些好态度好，几乎是不容商量的，都是他的结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可能面临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不过刚刚讲的蔡英文访美哈，因为我自己亲身参与过几次这个哈，台湾这个元首过境美国的啊，我比较了一下，他这是规格是非常低的，哎，真的是跟陈水扁了，甚至还不如当时吕秀莲过境美国。但是可以具体举例吗？比如说乔燕的话，这个里面就没有说这个乔燕办的，就是我觉得在纽约来讲才700人乔燕是太少了。那一般这个一般的话，你国庆酒会哈都可以办到1500人啊，一半都不到。对对对。那乔燕你说他 New Jersey 的州长去，他是宾客邀去的，因为他你买桌的嘛，你认桌嘛。你认桌，你就那个邀你的客人去嘛。那其实无法大，这个场面实在是蛮小的。以纽约的来讲，那见不到，我觉得纽约市长的部分呢，没有人见得到。以前他基本上人家过境就是不给你见的，因为我看只是这一次的就是 Hudson Institute 哈。你刚刚耀州也讲了，它是很小的。事实上，在美国真的有点名不见经传。对对对，到名不见经传。对对对，我们在华府待过的哈。哈森是非常很远的一个哈，在华府的话，你要去那个 DuPont Circle， 你去看那个智库，什么叫美国智库？那个光一个建筑物，你还以为是一个部会了，哎，那才叫我们认知的智库了。那这次他去哈森，我想跟蓬佩奥一个有绝对的关联了，因为蓬佩奥在华府找不到地方落脚啊。找到纽约给他一个小智库让他落脚，因为他被中国大陆列为制裁对象，所以美国的企业跟美国的这个智库都视他为毒蛇猛兽啊，不接受他，所以他是混得很差的才去这么一个智库。那这个智库的话，基本上的话，你看连这个智库在纽约，昨天你有一个画面出来吗？有我们国内的记者进去吗？就只能拍早餐跟芒果干。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蔡英文是挺屈辱的，哎，非常屈辱，连我们的记者都没进去。他上一次到那个 Reagan Center 的话，还在里面跟我们的记者一起来说话了。这次颁奖的画面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早上起来，因为我早上起来，我跟你讲了，基本上哈，这就是美国政府在压缩。所以把他这一次的规格所有东西哈，我觉得是。
历来我看过的最差的一次。所以如果是毕业之旅的话，我还不如说它是一个蛮屈辱之旅的。他毕业不是八月，还蛮期待有一次哈。那不可能的啦。我讲一下我今天的状况，最后一次了啦，不要早上没有八月了。六啊、哦，你说因为另外一个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有八月了。我跟你讲，这一次美国巴拉圭可能会断，所以就去不了了。不可能了，没有什么八月，我不晓得他谁在做、这个。我早上六点起来，我想说划一下蔡英文最新的新闻，哎，划不出来，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